他看着你的草，他很想吃，因为他待会就要吃。他不是也吃苹果？他喜欢苹果，他吃水果，他喜欢吃水果。你妈妈呢？爸爸呢？爸爸没来。妈妈呢？妈妈去找那个外套包丢到哪里？妈妈这边。我要走。哎，你要不要停着？先停着。如果感冒来，那你们这样一步三三的下去啊？都上下去啊！哇，你也坐上去了！你看我对你多好！台湾大道，台湾大道，又有大人了！我给你拍照哦。好。